你不说完。
这是让他那个车跑得远。反正曾经是喜欢说是跑到后边，跑了一个，我们两个就撞了，再撞，没事，就撞了。你看三个蛋子，对吧？就跟后头玩呗，看着玩呗。又有空调吹着，又不热。在床上躺着，你在外面吃吗？就是躺，就是躺，不想躺嘛。一块多钱，一块多少？